在大会准备开始之前，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观众很有耐心地在会场门口。会场设有各式各样的摊位游戏，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咁参加呢个活动。小朋友还争着用争住同 TV 笔记拍照留念。其实除了 TV 笔记之外，仲有蝴蝶姐姐噶。有老婆婆也不甘人后，试试自己的运气。婆婆都不甘后人，要试试自己嘅运气。开心夏日嘉年华的活动，在巴纳特区市长马素、中国驻英大使馆参赞陆逊、无线卫星台助理总经理马启宏等精彩之后，正式开始。正彩之后正式开始。英国红十字会的代表，英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仲接受本台为四川地震灾民所筹得嘅87,000磅嘅支票，佢会转交俾中国嘅红十字会。参加2008年欧洲华裔小姐的英国佳丽，参加2008年欧洲华裔小姐竞选的英国佳丽，仲为大家起舞添。无线电视的艺人陈法拉、陈锦鸿同埋谢天华，仲专程嚟英国赴会，同大家一起玩游戏、表演。陈法拉和谢天华为大家一起起舞。